不错啊，蹲蹲，拜拜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个哎，这个边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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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，可以，这个是你的。然后呢，我们找个隔板把你挡住。哎，不错啊。你转这边，对，蹲下来，蹲下来。等一下，我们想办法将把你把缝隙补好。等一下，我们想办法把你这样夹起来。等一下，这个也要挡住你。不可能，这可以耶，这里里面。然后请一个人推。把毛巾拿掉，可以。哦，他那个是一根一根的。可以。他那是一根一根的。然后拿一些毛巾盖着。可以用毛巾盖。可以。盖你的头。要很乱，要抽呼吸，要给他。这次我可以帮他配，我会好好躲。可以哎，可以，这里超完美。但是那种清空，不错哎，这里还可以。你到底在干嘛？什么？下面跑。有很大的压力，是不是很大？当队长。是不是？没有，我觉得可以单纯躲里面，然后把自己包起来，当个垃圾袋啦。走，好。然后如果有人说里面是有人，你就叽叽，走。恰就在习惯的吃的苦度，哪会出来不提起感悟？打掉了我，睁开来。经过的时候放开，抽我，自己放飞，抽到自己，其他人可以不好躲吗？应该只有大天的猫躲的吧？好白。掉了，因为我刚感觉到热热的。哎，你躺好，戒指给我。哎，亲爱的，你躲好。亲爱的，你嘘，不是被讲话。不是被你找到吗？不是，只有我找到而已，还有别人。炫哥找到你会扣分。不是吗？所以你一定要重新躲好，我帮你弄。我刚刚呼吸到新鲜空气。太好了，他得分了。碗很大，我不知道现在毛巾有没有，但是碗很大，基本呢也有很多人躲毛巾里面。不好意思，借我翻一下。没关系，我已经看到了。来，你是啊，九泽，辛苦你了。那你要用水，哎，水怎么办？来，好像阴了。好，先不要让九泽笑。OK， 辛苦了。等一下，好，再一口。妈妈，个人的生命比任何都重要。好，再一口，不要讲话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我好先去忙了。谢谢你。好，没办法，对。我等一下我们再碰面。OK，Good night， 拜拜。